天呢，我来到了江苏淮安，来参加一个好朋友的婚礼，所以现在我们去看看江苏人结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安排。但是呢，我这个朋友因为不是江苏淮安人嘛，老公是，所以呢需要从酒店开始出发，所以我们现在进去看一看。还差吗？我来，把唱音都补全了。等一下，先别，我发。好嘞，那我开始了。开始。哎呀，这爱的唇印啊！哎呀，我觉得还可以。哪个？第二个。哇，这个印的好，印的好，可以。然后口水在上面。看我们的婚礼现场，这边写名字啊。新娘出阁，掌声恭请。玉隐阁前隐芳华，四换璧人出谁家？红妆绣衣盘云发，唇指盈盈待君答。臣凤冠霞帔。愿君三生有约，两姓联姻，扬请同堂缔结，相合白首，一纸媒约，两情相悦，三书六礼，五世齐昌，邀四方同贺，赏十里红妆，礼请新郎深喜堂。各方宾朋不辞劳苦，新郎拱手齐眉一行礼，新郎三戒定乾坤，一箭射天，谢天赐良缘，二箭射地，谢地造一双，三箭射远方，乾坤已定，新郎迎亲。回从之，道阻且长；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中央。今夕隔世百年之眼，相携而过，才知姹紫嫣红已看遍，遇你一眼便是永远。夫妇二人行对拜之礼。两心相悦共今生，一半红绸结姻缘。执子之手，与子共住；执子之手，与子同眠；
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；执子之手，夫复何求？请诸位宾朋击掌相贺，礼请新人携手入花堂。新人面向诸位宾朋，末将华山出围来，遮掩春山至上才。若到团圆似明月，此中须放桂花开。新娘团扇试面。